那多囊肾它的这个一些反应都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知道像这个肾炎呀，或者是这些肾脏啊，有高血压呀、水肿啊这些症状在身上发现，那多囊肾的一些症状是什么呢？多囊肾这个它是一个基因导致的，它同时伴随着可能有多囊肝、多囊胰腺、多囊脾，男性的精囊腺的囊肿，女性的多囊卵巢，伴随着肝血管瘤、脑血管瘤等等这些。但是就这些，就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，早期其实是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的，所以人们都说它是隐形杀手，慢性肾病不太容易被发觉。对，等真正有症状、有感觉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影响比较严重了。比如说它的，一般说多囊肾的发展到肾衰竭三部曲嘛，就是高血压、贫血、肾衰竭这三部曲，就是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，有些人是看着肚子大，就以为自己是吃的太好了胖的呢，但是他有时候稍微碰了一下肚子或者撞了一下腰，然后尿血尿里边就是发红，肉眼血尿，然后到医院查，其实这样的肉眼血尿可能三四天不用管它，自然也就消失了。很多人是不重视，都是有些是明确的知道父母有这个病，然后去查去知道的，有些是在就是碰撞外伤之后尿血发现的，或者囊内感染了之后去医院检查才发现的。